你哋完晒冇嘢做啊？不如我哋去。唔好俾我估中，系咪想去浸温泉呢？我想去好耐噶啦。我咪啊，价钱我都夹埋啦。嗱，不如我哋去呢间啦，啱晒我哋三个形象。真系几靓喎！咁小纯呢？大小姐嗰排得唔得闲啊？ 如果你唔得嘅话，我哋星期六日去都得噶。系咯。或者我哋去其他地方我哋都得噶。做咩啊？做咩唔开心啊？做咩啊？喂，许嘉纯，你好咯，你想点啊？我都唔明你嘅，冇问过我就po出嚟。睇下。哦，唔系啊，都几靓啊，影得几好啊。 我未ready，只眼都未擘大，只眼笑眯眯咁都几得意啊，系咪啊？几可爱啊！我都唔觉得张相有咩问题喎。你梗系觉得冇问题啦，你都po咗出嚟啦。哎呀，唔系我哋上次影咗好多张相嘅，睇下先。嗱呢张呢张咪几好睇咯呢张。睇下呢张几好，个个都擘大咗只眼啊！哎呀，快啲删咗，重新再po过啦。唔使啦，都隔咗成日咯。 靓啲啊嘛，实多过你啲赞啦，都话你张相靓噶啦，又唔信，睇下几多 like。咦，我而家就真系兴合合啦。 扮晒嘢！你哋两个小学鸡玩够未？记得听日照旧3点基地啊！ 做咩啊？你哋两个唔知啊？你问佢咯。吓，你唔知咩事？知，琴日有人小题大做，疯狂po嘢啊嘛。系啊，我po嘢，使唔使你批准啊？大小姐，我都讲咗啦，张相我真系觉得冇问题，我先 post 噶咋。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咩唔妥，我同你道歉咯。唔使啦，你觉得冇问题啊嘛。总之你浸温泉有愧，我就唔会去。 踏入青春期，青少年嘅心理会出现微妙嘅转变，例如会在意自己嘅外表，喜爱表现自我，逐步形成自我概念，渴望被朋辈接纳同埋认同，受到内分泌嘅影响，情绪会有唔稳定嘅情况出现。其实想要提升自我概念，青少年应该要先了解自己，发挥优点，改善缺点，珍惜自己拥有嘅特质，仲要学识尊重个别差异。
要考虑翻争强好胜与他人比较，呢啲对自己嚟讲系咪一件有意义嘅事？好似剧中嘅小顺咁，唔想自己成为友谊嘅终结者，可以观察下自己嘅情绪反应，同埋时刻管理好自己嘅情绪，采取健康宣泄同埋调息心情嘅方法，去处理自己唔好嘅情绪。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，多啲考虑别人嘅感受，互相尊重，友谊就可以长长久久啦。